那个三 A 和三 B 的那个椅子要换了啊。好。还有破了杯子赶紧换掉。好。小薇。哎，小薇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向阳哥呢？啊，向阳，我还找他呢。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来，今早上打个电话说他要请假。完了，完了，小薇，你怎么了？我去找他。哎，小薇，小薇，小薇。要躲一躲，感冒了怎么办啦？不会的，奶奶。芊芊。啊。这两天是不是心情不好啊？没有啊。哎，心情不好也不要跟身体过不去，知道吗？啊。嗯。要不然的话，爷爷奶奶会生气的啊。嗯。啊。芊芊，你是不是还在埋怨爷爷，委屈了你啊？没有，爷爷。我知道这些事情也有我的错，我们不提那些了吧。嗯，那就好，这件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啊，你还年轻，经历一些事情，经历一些磨砺，对你有好处。这样吧，过两天你还是回开发部上班啊。啊。嗯。倩倩，早点休息吧，趁热把这汤赶紧喝了。嗯啊，也真是委屈倩倩了。是啊，可是公司的损失也是蛮大的。那你打算怎样处置王刚？你能怎么处置啊？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跟我承认错误，说什么跟别人一起合伙做生意缺少资金，
所以把项目拿出去卖。我才相信。我晓得，他这是避重就轻，他真正的目的就是想和石兰一起把倩倩逼走。可这件事情，你能说白吗？啊，那石兰呢？石兰他真是蠢啊。那石兰呢，就把责任都推到王刚身上。啊，王刚又不是公司的人，你怎么处置他啊？逼他们离婚呢？所以我现在就把石兰的一些权利架空了，一些重要的文件也不经过他那里，他自己也知道，只是不好反对。他要一不痛快，肯定把气都撒在了倩倩身上。我现在担心的不是这个事情。他怎么就那么巧啊？这个项目偏偏就落在了孙继良的手上。你的意思是孙继良在背后操纵的？快要论文答辩，马上就要毕业了，你辛苦念了四年的学业就完成了，你不去了，就为了一个谭向阳，啊！毕业对我是很重要，可是向阳哥对我更重要。如果为了一个毕业证书，我就可能失去向阳，我宁愿不要。谭向阳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，让你糊涂到这样？连自己的前程都不要，为了一个穷光蛋不浪费。为了一个谭家的人，我不去，跟我求他。在我心里，他就是一个完美的人，我爱的人。我什么都干不下去。他现在跟许今天在一起，就是因为我不在。我不能让他有机会爱上别人，我要找回我的爱情。小薇，清醒点。这个世界上只有爸爸才是最爱你的人。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啊。这么做不值得，会毁了你一辈子的。离开那个人，就当是为了爸爸这么做，行不行？爸，你不用说了，你说什么都没有。我已经爱上他了，没有他我活不下去。明天我就去办退学手续。你说一张毕业证，就是要我的命，我也给他。小薇，她不在这儿啊。小薇走了，她走了。
孙老板，小薇去哪儿了？谭小阳呢？谭小阳呢？他也不在这儿啊。谭小阳这个畜生，我女儿本来好好的，被他勾了魂一样，又不肯好好对她。小薇现在离家出走了，他要是出什么事儿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小薇她怎么会离家出走呢？小薇走了，她长这么大，我还没打过她。小薇，爸爸错了。孙老板，你先别着急，我去找他啊。会有雨吗？这样的天，你再赌运气吧。那我也来赌好了。如果你钓起了一条鱼，就表示向哥没有离开我；如果你钓不起了，就表示向哥已经离开我了。没有了夏恒哥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烦扰受了伤才明白你的好，大起大落跟几次生热闹，当血色风霜都只伤你发烧，有种味道如此美妙，不用找。受过伤，没什么大不了。小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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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什么？做啥事啊？看见小薇，让他给家里打个电话。啊，谢谢谢谢。来了，小薇，快，小薇，你怎么样？小薇，他没事，你放心吧，孙老板。小薇，小薇，你没事吧？小薇，去给他准备点热水，洗个澡，别冻着。啊，好，我去准备。小薇，你听我说，你以后千万别再这么傻了。你这样，向阳他也会很担心的。先睡个好觉，洗个澡，啊，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再去见他，好吗？小薇，衣服、毛巾都准备好了，你赶紧去洗个澡。快去呀！去。小薇，孙老板，我先走了。谢谢你，小薇。没事。你还是多留意一下吧。啊，刚才。我是在河边找到他的。
喂，向伟啊，你出来一下。哎呀，我都睡了，有什么事你回来再说好吗？这事儿不适合在家里说，你最好马上出来，我在河边等你。喂。哎，向伟，这么晚到这儿干嘛？你走开！你疯了！小薇自杀了。
什么东西？向伟，这今天进货的单子，你登记一下。都在啊，孙老板。包厢，我想跟你谈谈。孙老板，请。孙老板，对不起啊，他没事，他很好，谢谢你还惦记他。您别这么说，我心里也很难过。小薇，向阳，小薇的自杀是因为她太痴情，你不用觉得有负担。向阳啊，我今天来是专门有事情来求你，请你务必答应我。啊，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讲，我能帮的一定帮。我知道我的这个请求有点不合适，可是我实在是没办法，小薇是我唯一的女儿，她就是我的命根子。今天我为了他，就舍了这张老脸，来求你，求你接受他。孙老板，这只要你答应，你可以提任何要求。我能办到的，我一定会办；办不到的，我也会尽全力去办。孙老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件事，我对小薇，真的不是。这是干什么？向阳，我求你，给小薇一个机会吧。她不能没有你，我不能没有她呀。你也起来，别这样，好吗？向阳，请你给小薇一个机会。失去了小薇，我真的不敢想啊。算了，我们坐下说好不好？反对你们来往，就是因为害怕小薇陷进感情里，害了她自己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小薇这孩子就跟她姐姐当年一样的烈性子。我只有这一个女儿，我不能再失去小薇。小薇还有个姐姐。小薇一样爱上一个可以让她去死的男人，为了这个男人，她离开了家，离开了我，再也没有她的模样，到现在还在我的眼前。可是，一直到她死了，我都没能再见上她。
说上一声，爸爸后悔了。不要学业，不要前程，甚至连命都可以不要。他爱你，是爱到无可救药了呀。我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了，我再也经受不起了。对于我来说，小薇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不能再失去小薇。让他喜欢你，这是一个做父亲的不情之请。向阳，就答应吧。今晚，你给我留点时间考虑想法。你肯考虑，就已经很不错了。谢谢你，向阳。你这是救了小薇，也是救了我呀。他现在情绪很不稳定，我担心他再做傻事。不管你怎么考虑的，你可不可以先去看看他？倩倩，大家散会吧。倩倩，你的位置就在那边的职员部。我知道，我这就过去。倩倩，你也知道这种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。没关系的。你干嘛呀？倩倩，张总说你现在不是部门经理了，不能配助理。他把你调到哪个部门去啊？我被开除了。我找他去。别去。他凭什么呀？你做错什么了？他为什么要把你开除，要你背这个黑锅？别去，真的别去。去了你们俩又该吵架了。桃子，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。我以后不再要上班了，但是一样可以陪你逛街吃宵夜。谢谢。我桃子这辈子都是你的福气。桃子，我告诉你，你不在这上班，我根本就不想待在这。你走开，倩倩。你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开除桃子？出去，把最起码的规矩弄明白再进来。我问你，为什么要把桃子开除了？这是人事部的决定。人事部？人事部不也是您说了算吗？桃子她有什么错？至于你把她开除？她作为特意位的项目助理，没有保护好公司的机密和利益，工作上有严重的失职。没有保护好公司的机密，张总，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太滑稽了吧？许倩倩，请你不要忘了，你是让利群公司蒙受巨大损失的肇事者，是因为你的失职才造成公司项目机密的外泄。要不是有人替你撑腰，第一个开除的就是你。说白了，桃子只是你的替罪羊，他是替你背黑锅。好，既然是这样，那我辞职。哥，你怎么这么傻？真的是你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就好。我还担心我爸会把你怎么样呢。其实，向哥，不关你的事。昨天，我是跟那个老头打赌，才跳到河里去的。小薇，
以后别再这样了好吗？你担心我？我们每个人都很担心你。那你是不是担心每个人？小薇啊，你小杨哥昨晚着急的一个晚上都没睡好，你看他眼睛都红红的，今天又特意跑来看你，还给人家倒杯水去啊。哎，小薇，穿鞋啊。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拿喝的。哦，对了，你要喝果粒茶还是雪碧啊？随便吧。夏红哥，不能这么随便。果粒橙还是雪碧，你只能喜欢一样。就果粒橙吧。刚才跟自己打了个赌，果粒橙代表我，雪碧代表许倩倩。谢谢你选择了我。你什么时候回学校啊？我不回去啦。啊？那为什么？马上就毕业了，这最后关头怎么能回？对我来说，一个毕业证没有那么重要，除非你家有件事情。小薇啊。自己的学习怎么可以用来交换呢？你就说你答不答应嘛。那你先说说看吧。就算要竞争，也要是我们两个人都在场的情况下，这样才算公平啊。你要答应我，在我毕业回来之前不许交女朋友。小薇，其实我觉得你特别像我妹妹，有点娇气，而且还有点蛮横，感觉真的拿你没办法。那你是答应了？小薇，我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在餐桌上无忧无虑的大笑，感觉很阳光，也很可爱，就像这果粒橙一样。其实你不要管别人，你不要管别人怎么对你，首先你是你自己，是那个快乐的喜欢笑的孙小薇，不要因为我而失去那样的笑。这样就对了，答应我再休息两天就回学校去，等毕业了以后再说其他事情好吗？倩倩，非要这样吗？爸，我想出去透透气。我再这样下去，我会憋疯的。你总不愿意看到一个疯疯癫癫女儿吧？倩倩，爸爸知道，你是个要强的孩子。这次的事，也不是你的错。可是，爸，我知道，要想维护一些东西，就必须得牺牲一些。我现在不想去抱怨什么了，我就想离开这儿，去做一些自己觉得开心的事儿。也好，你出去走走，散散心。工作的事情，以后再说吧。
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先进去再说啊。说个不停，可是现在呢，在这里坐了一上午，一句话都不说。爸，我这样子是不是挺不招人喜欢的？爸喜欢你以前快快乐乐的样子，那时候的你笑起来没有一点皱纹。夏阳哥也说喜欢我笑的样子。那我们再回到原来的样子，好吗？什么样子？爸，我没事。
了无飘香众生颠倒，一生都在寻找得失谁更重要，过程结局淹没在人潮，解不开相遇的玄妙，是是非非多烦扰，受了伤伤你我的发梢，有种味道如此美妙，不用找，受过伤没什么大不了，大起大落滋味要慢慢嚼，幸福的感觉加一点爱放一勺刚刚好，盐加一点爱放一勺刚刚好。